学，男人们要偷偷学。男生如果让他心动，他做一件事他就很开心。我还是会选择让我心动的人，但是我不需要他每一天都帮我做100件事情。这件事我觉得有分年纪，我会知道说那个心动只是一瞬间。那还好有缓和一下，不然我要找年纪比较大。